啊，要据说您和您的夫人就是青梅竹马，两小无猜。也没有，我认识时间也不长啊，我认识他56年了。哇哇，这还不长呢啊。那是从多大就认识？4岁。是什么关系？是邻居吗？幼儿园的小朋友。因为我们俩吧，院和院挨着。嗯，他家的窗户在我们院里头。嗯，你到了幼儿园之后，嗯，因为小朋友嘛，小孩嘛，嗯，有时候跟吵吵闹闹的，我就会向着他，你知道吗？哦。然后小学呢，一个班。嗯。中学一个班，高中一个班，是这样的。这缘分哈，对，真的是这个人和人之间嘛，不能待长了，待长了之后吧，他自然而然的就会有好感。有感。你爹的，他们俩都是我心中的偶像，这是我小妈。那你今天弄不好，你还再捞个小爸。啊，这是小妈呀，这小我一直都叫她小妈。哦，那你大妈不生气呀？啊，大妈同意。大妈非常同意。这个我想知道，你大妈看你爸的戏吗？有时候看，有时候不看。他觉得有意思他就看，他觉得没他就不看。嗯，但是所有我爸跟我小妈演的戏他都看了。哦，我想知道，就是当你妈妈看到你爸爸和闫学晶老师比如演一比较亲密的戏的时候，他也不说点啥吗？没啥好说。挺好的吧？啊，依然对你管得挺严的吧？挺好的。咱家闺女挺好的吧？还单儿的呢。还单儿的呢。对，你这上次我就说给人介绍对象，你怎么也不积极努力呀？你也不来找我，我给他想办法。你都单儿我，你还找你干什么？哎，愁死我了，眼泪都出来了。你愁啥呢？那个愁啥？好像是你这是咋了？你强调你当着我着急呗？不是你这么大声劲，那你这么大，我能不着急吗？好了，哎呦我的天哪，这家伙就打人算了。那你们俩什么时候吵什么的？我上学那天，上中戏那天，哦，他去送我，哦，哎呀，那跟拍电影，我真是，那就是拍电影。他去送我，把窗户打开，我在这坐着，他送我，这不都人下去了吗？下去这时候铃声不响了吗？列车就徐徐的动起来了，然后他就跟拍电影似的，他要看着我，完了跟着火车窗户这么走，你知道吗？然后我把头伸出来，哎，就是这个样子。然后走着走着，车就越开越快。后来我说那个范小春啊，我说咱俩就搞对象吧，行不行？就是在动的当中说的。对，就车都动起来了，车都动起来了。然后他也没答应我，他也没说反对。这时候呢，我等我再回头看他的时候，他已经变成这么大了，就太远了，你知道吗？就这么定。现在他也没答应。哎呦，好浪漫啊！你想一想，我上学那天，这事儿定的，我9月15号毕业回来的，我当月就结婚了。你也太夸张了，一点不夸张。多黑。我从你女儿身上没有看到这个遗传。我是喝牛奶喝出来的。其实我小的时候特别黑，就黑不溜秋的。你家都太夸张了。但是黑是黑，但是皮肤特别好，就是很有光泽的那种黑。那个我们就是那时候刚结婚的时候，不老看那印度电影吗？啊，他们都以为我娶了个印度老婆回来。有什么夸张？眼那么深了。对，眼睛也是大眼睛，小脸一看就是上镜头的脸，你知道吗？对，跟我结婚的时候90多斤，96斤，现在更瘦了，140多斤了。因为怕摔的时候就摔不碎，是偶然的还是就是怎么说，是巧合还是就是为了这个特别时期准备的？你这不是拐弯抹角的说我脾气不好，无理取闹吗？
我看了你刚才那戏，我产生了这种联想的。谁们家都有点不锈钢，但你们家有不锈钢，我就要产生点联想的。对，因为我们家一是买陶瓷的都摔碎了，不锈钢的摔不坏嘛，顶多摔瘪了，完了拿它敲回来就还可以用。哎，说真的，你年轻的时候，因为像你和你老婆这四岁就认识了，这我见到啊，认识最早一直到现在的，你给我讲讲什么感觉呀？涛声依旧呗。涛声依旧哎。你不觉得你的人生单调了点吗？不单调。你就是28岁认识的，你不还是只能娶一个老婆吗？就什么，但是后来想了想呢，就说不能，因为我上了四年学，就是我爸爸妈妈，因为我们住邻居嘛，他就一直到去，就是看我妈呀，看我爸呀，帮你照顾，完了帮我妈妈、我爸爸做事情啊，你想什么？就为了这一句话，咱俩搞对象了，他要真是、啊、他要拎水啊。要什么买煤呀、啊、买棒子啊、打烟筒啊，因为那个时候他不像现在，我一说这个你都知道，倒泔水呀、啊，过哎呦，后来我一想，如果现在咱要不跟人好，特孙子，你知道吗？就是你想人家帮着你，照顾家里头，照顾你父母，你上了4年大学，然后你毕业了，你大学毕业了，你就不要人家了，这什么人呢？这多混蛋一个人呢？是，不过这样混蛋还真有啊。对，我听说你小的时候是不是跟自己父母在一起长大的？这你都知道？你看，这功课得下到位。是，我2岁半，我过去给我姑和我姑父了。我是我姑和我姑父把我养大的。那您什么时候知道自己的爸爸妈妈不是现在的？14岁。14岁才知道。对。那你当时什么感觉？没什么感觉，谁把你养大的你跟谁亲呗。就是我长大了以后，我听我姐姐说，我听我大姐说，这个我生下来几个月我母亲就去世了。就是我对我母亲这个亲生母亲呢、就是没有印象。你想十几年以后我再见着我亲生父亲，因为我管我亲生父亲叫舅嘛。就是过去给我姑了嘛、亲姑姑嘛。对。但是还挺亲的。我爸多帅呀、哎呦我的妈，我终于明白什么叫有其父必有其子了。有其女。对呀、这个、你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名字，这让我一下就记住了你，他叫杜女。杜女，男女的女，男女的女，女孩的女，叫杜女。对，是您起的吧？啊，是我起的。那你要当时生个男孩呢？杜男，杜子。不是，您要生个儿子，您应该叫杜子腾。哎，你刚才看到爸爸跟我们玩，你一直在乐。你爸爸生活中就这样吗？他就这样。他怎么那么好玩啊？是，所以就我长得也这么好玩。关键是，是你女儿。王维念老师呢，一直人生最大梦想。自己啊、玫瑰花各种颜色也是他做的功课、一听就是杜源式的语言、王小花、对，我跟池鹏老师认识是在80年，好像是那是我第一次拍电影，我在81厂拍那个最后一个军礼。那是我有生的第一部，就是第一部电影，我从80年开始拍电影。那时候池鹏老师在81厂拍红线，对，拍红线女一号，我在我们那个戏里头演男9号。不是开玩笑，就是他写一帮转业兵嘛，演男9号。池鹏老师那时候我就见过池鹏老师。你不会又暗恋吧？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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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没有。那个、情感是很死板的一个人，您啊、我觉得对对对，就受过中心那次打击以后，永远不会再张口了。是吗？不知道，没听说过。回头看刚才前面那个杨青老师，他们俩不是有点事儿吗？